婆媳之间的矛盾可以说是从千年以前啊就存在的问题，同样都是女人，而且在乎同一个男人，但是面对矛盾呢，男人的选择就很重要了。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一大关键呢，就是要互相理解，只有你理解了对方，才能找到最好的解决问题的方法。如果说总是采取先斩后奏这一套，那么家庭也总有一天会出现问题的。大家好，我是小胖妹。一直以来啊，我和婆婆之间的关系呢都不是很友好。婆媳之间第一次发生争吵啊，是因为我婚礼上挑选的婚纱。当初结婚的时候，我心里面是很想买一件只属于自己的婚纱，而且以后还可以好好珍藏下来留个纪念。可是没想到婚礼办完后没多久呢，婆婆却说阿姨家的孩子要结婚了，想把我的婚纱送给别人穿。当时听了我也没有太在意，就说了一句你让他们自己去选一件呗，反正也不贵，而且以后留下来还有纪念意义呢。后来我见婆婆没有说什么，于是呢这件事情就这样过去了。可是等我和老公出去度蜜月回来，我突然打开箱子一看，我的婚纱礼盒是空的，于是走过去就问婆婆，我说妈，我结婚买的婚纱呢？婆婆却说上次跟你说完的第二天啊，我就已经送人了。当时心里的怒火啊就不打一处来。除了婚纱事情之外啊，还有一件让我忍无可忍的事情发生了。当初啊，我和老公两个人度蜜月之旅啊，其实我们本来是要去泰国的，但是呢婆婆主动给我们订了两张去广州的机票，还说什么出国太贵了，去国外的机票又没有打折。婆婆说自己认识一个旅行社的朋友，去广州的机票最便宜，所以呢就让我们夫妻两个人去广州度蜜月。临走的时候啊，老公还对我说哎呀广州多好啊，好吃的东西那么多，我从小到大都没有去过呢，你就听我这一次吧，咱们一起去广州好不好。而我呢也就意识到自己刚结婚，如果就这样和婆婆吵架，那必然是不合理的，没准以后的家庭生活呢就不会很顺利了。虽然啊告诉自己应该要忍耐，但是婆婆过分的行为啊实在是太多了。我和老公度蜜月刚到家啊，就发现你自家房子里面居然多了很多人。那么这套房子啊是我当时结婚时候父母送我的陪嫁房，因为在市中心呢非常繁荣的地区，所以啊同等的价格方面啊比城市里的房子大了非常多，是一个两层的复式房。但是婆婆没有打招呼就把所有的房间都安排好了，亲戚一下子来了十多个人，祖孙三代的人全来了，把房子住得满满的。婆婆还说哎呀这个房子啊如果能再大一点就好了，虽然我们一家人啊现在都住进来了，可是面积还是有点不太够用呢，也只能先这样了。我忍无可忍地说这是我家，你们都不知道吗？为什么住进来连招呼都不打，而且你们还这么多人，简直就是不把我放眼里呗。婆婆却笑着说我们都住进来了又怎么样，我儿子房子啊住在这里又怎么了，我承认房子是你们家掏钱买的，但是你们都结婚了，那房子也是夫妻共同财产啊，只要我儿子同意我们就都可以搬进来住的，你同不同意啊又能怎么样呢。我连忙转过头问老公，你知道他们都要来这里住吗？老公当时啊根本就不敢看我一眼，把脸扭在了一旁说，当时我妈只是随便和我说了一下，可是我也没想到他们居然就这样进来了，他们啊都是咱们自己家里的家人，住就住了呗。我生气地说，当初和我结婚的是你，不是你的家人，我也没有那个义务替你去养你的亲戚，如果这些人不立刻从我的房子里面搬出去的话，都别怪我不客气。婆婆突然插嘴道，儿媳妇儿，你想干什么呀，大家都是我们的亲戚，你的房子明明很大，为什么我们不能住？我们不会给你带来麻烦的。
以后如果你怀孕生孩子，我们还可以帮助你照顾你的孩子，我们不是说白吃饭的，只是说啊，想看看这城里的生活啊究竟是个什么样子的。于是呢，我就跟老公说，如果你亲戚还住这里的话，那我们就分开吧，也许呢只有通过离婚啊才能解决问题。这时啊，老公没有办法，只能与父母商量啊。婆婆知道儿子也有难处，于是干脆想了一个折中的办法，对我说，那就先这样吧，让你两个小叔子先回家住，孩子和爷爷奶奶不方便走，就住这里吧。我当时心里面真的是很难受的，也并非是一个无理取闹的人，只是让我觉得呀，很不开心的是，老公只是一味的向着自己的亲人，而自己也是老公的妻子啊，老公却要帮着他们一家人团结起来对付我一个人。而且老公明明也很清楚的，我平时是需要在家工作的，却还是让自己的家人住进来的，他甚至都没有考虑我的任何感受，从而呢就使我不想再继续这段婚姻。我觉得呀，如果你事先和我商量，我也不是说不让你家人住进来，可是你现在却先斩后奏这一套啊，你们这一个个都别想住我家了。老公却说，虽然房子是你的，你也比我更能挣钱，但是啊，你都是我的妻子了，你也要做到一个女人，你也要做到一个女人的本分，你要是做这种事情啊，就不怕出去被别人说闲话吗？我笑着，那就这样呗，咱们离婚，我把陌生人赶出家门，我看谁还能说我什么。既然结婚了，那我们就应该互相尊重，但是呢，我尊重你，我尊重你们，你们一点啊都不尊重我。当初啊，我的婚纱婆婆说给别人就给了，蜜月还偷偷改变了我的旅行路线，现在又来霸占我的房子，说都不说一声，我也是受够了，不想啊再被你们欺负了。后来我们夫妻两个人就都很生气，离婚的事情呢也算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。但是啊，人都已经住进来了，他们也不想离开，只好一个劲的当说客。后来呢，老公也想明白了，如果离婚了，他的家人啊就不能住在这里生活了，所以又说不同意离婚。但是呢，我心意已决，聘请了律师协助自己离婚。这场纠纷呢，花了我将近大半年的时间才算解决，整个人啊也是精疲力尽的。结婚后呢，我也不想再结婚了，实在是太累了。时隔很久啊，老公无数次的来找我，希望可以和我复婚，还说自己当时就是因为没有头脑和主见，但是现在明白了，会对我啊各种尊重的。其实每一个人呢都会有自己自私的一面，这不是说是什么可耻的事情，但是啊，自私可以，也不要去损害别人的利益，也不要觉得啊结婚了或者是一家人了，你做什么事情呢就可以肆无忌惮了。女人呢是很容易心软的，所以啊，我们都要擦亮眼睛，在结婚之前呢就要充分的了解对方的家庭和背景，只有这样呢才能保证婚后啊没有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。如果说换作是你们的话，蜜月回来看见家里被别人霸占，你们会怎么办呢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里留言，我们互相交流探讨。喜欢我视频的朋友呢，也别忘了给我点个关注，点个赞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